们这边有得天独厚，就是跟新满特区比较新满特区比较没有的条件，是我们这边有临空的河景。因为目前在新北市这边要找到河景，不外乎就是我们的板桥，然后跟中永和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新店的地方，它比较有河景的条件。那我们这边临空的面对的河是大汉溪，大家可以遥望就是新庄的，就是 IKEA 的那附近，所以整片的那个生态公园其实真的还蛮漂亮的。邀请小房加入 LINE 群组，和亲友一起找寻最适合你的房子。板桥的北侧重化生活圈虽然是板桥的新兴重化区，但是轨道运输和公路都很方便，也靠近很多传统市场，生活机能还是不错的，因此吸引很多的首购族和换屋族群，加上距离台北市又近，也吸引很多台北市的客层哦。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拜访当地的专家，分析北侧重化生活圈的房市情况。那我先简单讲一下，因为江翠北侧它蛮大，腹地大概有117公顷左右，那分成 A、B、C 到 G， 总共七个大的范围。那其实我觉得 A、B、C 跟 D、E、F。到区，它其实各有各自的特色。那我觉得 A、B 区的话，其实生活机能还不错，它是临近生活商圈跟435艺文特区。那 C 区的话，其实河岸景观的条件是它最大的特色，但 C 区它有一个小缺点，就是离殡仪馆的距离稍微比较近。那其中比较知名度跟知名度比较高，是我们 D、F 区的地方。那 D、F 区这边的话，它的用地主要是商用地、跟住宅用地、跟一般的学区用地，其他的宿地是蛮干净。那大部分的住宅区也都集中在这个 D、F 区的地方。那如果说以我们江翠北侧目前的区域跟其他行政板桥其他行政区域比起来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这边其实有三个最大的特色。第一个是临空的河景，然后第二个是高绿复绿，然后第三个是我们是双捷运的交汇。那如果说以我们整个板桥的行政区来讲的话，其实板桥最主要的行政区我们是以那个新板特区那边作为一个卫星的中心，那其他地区都在环绕那个新板特区，五铁共构新板特区，然后五个捷运站附近的话，我们江子翠是距离台北最近的捷运站的区域，所以其实在江翠北侧这边，我认为啦，生活的机能的部分只要离捷运站近，基本上生活机能不会太差。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因为我们这边有得天独厚，就是跟新板特区比较新板特区比较没有的条件，是我们这边有临空的河景。因为目前在新北市这边要找到河景，不外乎就是我们的板桥，然后跟中永和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新店的地方，它比较有河景的条件。那我们这边临空的面对的河是大汉溪，大家可以遥望就是新庄的，就是 IKEA 的那附近，所以整片的那个生态公园其实真的还蛮漂亮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之一。那再加上说绿复绿的话，因为新板特区它那边主要是商业用地比较多，所以新板特区那边的生活机能跟环境都还蛮不错的。那但是我们这边的话，其实我们的绿复率很高。那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人呢、除了生活机能之外呢，我觉得也蛮重视生活的品质。所以在我们这边的话，我觉得还跟新板特区有一些不一样的区隔。那再加上说，我们这边坪数，其实大部分的买方图像它，因为我们这边的坪数比较特别，新板特区它都是比较中大坪数，50坪以上的条件在新板特区比较多。那我们这个区块的话，其实都是以中小平行为主，可能是两房、三房，平行的话，大部分都是以20坪到50坪这个中间的坪数是我们主要的族群，所以大部分我们过来的族群，要么就是首购族，要么就是新婚族群，所以我们这边的平均年龄层是稍微年轻化的条件。那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可能比较年纪比较长的客户，他希望有河岸住宅，他也会选择这边。那再加上我们的双捷运的交汇的资源，其实我觉得新蛮我们这边江翠北侧应该跟那个其他行政区比起来有相对不错的优势。我们这边的话，如果说以站别的话，就是五个捷运站的话，我们是江子翠跟新埔捷运站是蓝线这边比较重要的捷运站。那另外一个环状捷运线的话，我们这边是新埔民生站。大概就这三个捷运站是我们的周遭的三个捷运站。其实以目前那个江子翠北侧的生活圈，其实它生活机能还没完全成型，因为我们这边要完全成型的话，大概还要待2年到3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们这边未来，我先讲未来的发展的话，我们这边比较大的是在帝国花园的那边有个大型的商场，大约是3000坪左右的商场。那我们这边其实依靠的生活圈是江子翠旧有的生活圈，比如说像您刚刚提到的江宁市场，然后还有双十路的那个生活圈。其实我们这边生活机能大概是我们从这边步行5分钟左右可以走到江宁市场左右。那我们这边的学区大部分就是江翠国中、江翠国小。那再往10分钟走到江子翠捷运站的话，我们是比较依靠双十路的生活圈为主，大概是这样子。食衣住行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娱乐的话，可能我们就会比较偏向像新板特区那边的，就是椰
淡城的环境，或者往台北市的西门町或者信义计划区那边行的话，预热大概是这个方向。如果说价位我们这边的话，平均的价位我们这边是站稳六字头，大概站稳六字头。那我们遥望是七字头，七字头的话部分大部分都是一级建商，像润泰、国美、可能中泰这种一级建商有机会站上七字头。那我们这边是稳六看七望八，为什么叫稳六看七望八呢？因为稳六的话，我们平均大部分的建商来讲都是站稳六字头。那如果说像一级建商，像国美、润泰，我刚刚讲的这边可能就是站稳七字头。那如果能够上到八字头的话，七字头往八字头看的话，就是面合景的条件。因为有景跟没景是不是一级建商，这个取决在价格单价部分，决定权还蛮多的。如果说以六到七字头，我认为这个六到七字头价位啊，我认为应该大部分民众他还没有体会到这边的好处的原因，是因为新版特区那边平均的单价应该在七字头到八字头。那我们去统计过，府中那边的平均单价也大概最少也是大概上六字头左右。那亚东那边，像亚东通讯园区旁边有个远洋加州二期，听说他们预计的推案要到八字头。所以如果连亚东那边可以到八字头，府中那边站稳六到七字头，我认为比较我们临近江翠北侧跟靠近台北市的地方，我认为站稳六字头跑向七。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那比较多客户拿来做比较，是我们有五个新北市的从化区，这是最常来跟江翠北侧比较。一个是三重的那个苏荣道从化区，另外一个是新庄富都新，然后另外一个再来是土城站往从化区，还有新店的央北从化区，跟我们这边那个江翠北侧从化区，这五个从化区是新北市最常来被拿来比较的五个从化区。那像三重苏荣道那边从化区，目前的价格已经迈向七字头左右。那像冠德的系列跟长荣系列，有的大概是六字头出头。的行情，那新庄那边富都新的话，它比我们早成型大概五年左右，所以新庄那边富都新的平均价位的话，目前像国美清月，它的价位在六字头出头。那土城暂缓从化区，它是最近新兴从化区。那土城那边的话，像黄强清月的那个建案，那边的案件的话，它的价位也大概在五八五九。所以如果说土城可以卖到五八五九，新庄那边五十几万卖向六字头，那我们三重苏虹道那边从化区六字头出头，央北从化区这边一坪比我们贵十万块左右，我们这边平均站稳六望七，那边大概是七望八，所以基本上我们这边我相信应该还有蛮大的补涨空间呢。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客户都是以主台北市而居，希望离台北市越近越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因为我们距离台北市一桥之隔，对，不管是交通。捷运线，因为捷运线的话，我觉得目前以台湾来讲，捷运线的话还是以蓝线捷运、时尚新干线为主，所以我觉得只要是以蓝线捷运为生的那个捷运站附近，基本上生活条件不会太差。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这边距离台北市最近的从化区里面就三个，第一个是二重苏荣道从化区，跟我们江翠北侧，还有央北从化区。央北那边现在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央北那边目前还在成型当中，它可能会再比我们晚个最少两到三年的时间。那边一坪七十到八十，那三重、二重。苏荣道的从化区那边一坪的话要六字头，迈向七字头左右。我们这边才刚站稳六，要往七字头前进，所以我认为我们还有蛮大的补偿空间。尤其当我们的不要说刺激，就是我们比较远的区域，像土城站往从化区，它已经迈向六了。我认为我们这边要站稳七字头往八字头，应该是蛮有机会。而且我们还有其他新版特区没有条件合景的条件，我觉得台北市、双北市都蛮稀有的条件。其实像江子翠这边学区的话，其实江翠国中它的那个资优班，其实在双北市的排。里面还算蛮不错，数理资优班。那目前江翠国小的话，我听说才艺的部分也还蛮不错。像我们这边临近的新埔捷运站，像菊光国小那边才艺班的话，也算蛮有名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国小基本上在资优班跟才艺班的比较来讲，我觉得相对在升学优势上，它有蛮大的地理优势的。订阅好房网 YouTube 频道，就能收到最新通知。